人吃的佛提永辉，吃的佛提永辉，我以文思修功德，我以文思修功德，随遇有情愿成佛，随遇有情愿成佛。这边讲到方便与慧，这是成佛修行的两大要素。宗大师啊，在成立这样一个观点啊、论点啊，我针对当时这个藏传佛教啊存在的各种问题，做了广泛的批判分析，那么同时呢，也广泛的引经据典来证明这个观点。我们昨天讲到了，就是引用的道济论，奥底迦真德的菩提道真论，说明为何方便非不可。我们看才开始啊，那接下来还是引的是道真论、道济论的内容。既慧度行者，持波罗蜜等诸善之良性，佛说为方便，诸修方便力而不能修慧，彼速得菩提，非为修无我，已成通达命处，处即界无生，了知自体空，片时名为慧。即慧度行者，持波罗蜜等诸善思量性，佛说为方便。接下来就是这个内容，大概要讲就是什么是方便，什么是慧。首先要说的是什么是方便。即慧度行者，持波罗蜜等，就是除了慧度以外，在六度里边啊，除了慧度以外，除了波罗度以外，前五度啊都是属于方便，都是属于方便。所以诸善思量性，佛说为方便啊。这个前五度所修的善行所积累的这种清净的思量啊，古德的资粮啊，佛说为方便，佛说为这些是属于方便。诸修方便力而不能修慧，彼速得菩提。诸修方便力，就是一个人修的。修了这个方便，同时呢又能修慧，彼速得菩提啊，这种人啊就能到快速的成就菩提，也就是修方便又能会修慧，或者修慧又能修方便，那么就能够快速的成就菩提。
么下面，哎，这个非为修补我，即成通达，运处界无生，了知自体空，片时名为慧。这里一共有这个五句话，是属于告诉我们什么是慧。这个慧，慧就是空性慧呀、啊，我们叫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自在，也就是通达空性的智慧。什么是通达空性的智慧呢？也就是了知一切没有自性，了知一切都是缘起的一切啊，都是因缘的假象，没有自性，没有我，这样的一种智慧。所以归为修无我，已成通达应处界无生。所以这种空性慧不只是通达无我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平常讲的这个无我有两种，一个是人无我，一个是法无我，一个是人空，一个是法空。讲无自性不只是说人空、人无我，同时也包含着法空、法无我。所以不仅仅要通达这个五蕴的色身是无我的，同时也要通达应处界无生。通达应处界啊，都是没有自性的生灭，无生也就是没有自性的生灭。有没有自性的生灭啊？什么叫自性的生灭？自性的生灭就是自身。这个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讲，诸法不自身，亦不从他身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是无生。不自身，什么叫自性的身？自性的身就是自己身，自己成，也就是不依赖条件的存在，不依赖条件自己存在，不依赖任何条件自己存在的东西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？不依赖条件存在，自己存在，哎，没有这样的东西啊？有没有啊？啊，没有。这个未尝有一法，不从因缘生啊，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的，一切都是因缘，都是缘生。缘生就是无生，生就是不生，所以《心经》里面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，就是生就是无生，无生也就是没有自性的生，没有自性的生啊，其实也不否定这种因缘的缘起的生灭。那么这需要有空性的智慧来认识。当然我们现在大家我说的这个道理你们多少也能懂了一些，你们在认识上，你们在知识上也能够知道啊，什么是无生，哎，这个什么是无自性，什么是空性。但是光是停留在知识上是不行的，空性会是你在心情上所具足的一种通达空性的一种能力。当你体悟到这种能力之后啊，你就能够感受到哎，这种空性以及这种缘起的一些现象啊，它确实是如幻如化的，这是一种智慧。它不是一种，不只是一种知识，哎，了知自体空，自体空片时名为慧，就是这种空性慧，就是那个
这个就是能够了知，并出现了一些把它肢体是空的，是无自性的，那么这种能力呢，就是智慧，就是空性慧，就是空性慧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的慧可能更多的是闻的、知的，不是属于真的，不是属于真实的慧，也就是属于明智、明智波的、观照波的。 不是属于实相波的，但总的来说，不管是明智还是观照，都是跟波的是有关系的。明显而说是，就是说这个，在这个道地论里面，明显呢指出，这是修慧和修方便的关系。道地论云。 先记住十等一切方便，而修于一切种最胜之空性。宝笈经里边说的，要记住十等一切方便，就是菩提道的修行啊，就是要记住十等，就是等五度的一切方便，而修一切种最胜。 同时呢，还要修最胜的空性，还要修空性，不能观修方便，不修空性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下面就举贤，这是多少啊？啊？经。 行，诸菩萨为菩提故而修六度，诸愚痴人为正邪废度，予以何须用？是破坏心念。另外又是一部经啊，说这个菩萨为菩提故，为了成就无上菩提啊，所以修修习六度。 应该要修习六度。诸愚痴人未但定邪未度，可是有一类就是愚痴人，就是智慧不高，对不对？认为啊，这个菩提道的修行啊，成佛的修行啊，只要修慧度就可以的，以及与何其用，其他的没有用，不需要。认为布施、持戒啊、忍辱啊这些都不需要，只要修空性。 空性会就可以的，此破坏心也，这是破坏心，就是破坏这个心的进化和破坏心的圆满的修行，心的这种圆满的修行。浮云六度愚人未为。 一法而证菩提，为空性事，彼等诸行皆不净也。那么又这个经里边又说了，说有一些愚痴人啊，认为只要有一法就能证得菩提的。那么这个一法呢，就是空性，只要修空性就能成佛了。那么彼等诸行皆不净的，这样的一些观念和修行的方法。 都是不净，不净也就是这个不圆满、不究竟。这个接下来呢，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些前提啊，根据这个方便与慧成佛这一不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啊，就是破斥当时佛教界存在的一些情况、一些错误观点。 坦作是凡，修学十等诸行者，是无坚固之通，是无坚固通达之空性，若有则足矣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观点，这个是把他的观点举出来的，就是有一种人这么想，想怎么呢？修学十等诸行啊，就是修学布施，这些方便的行啊。 是无通达坚。
通达是空性，是这种人是因为没有通达空性，所以才要修布施啊、持戒啊、忍辱啊，才要修这些方便行啊。若有则属于，如果已经通达空性的人啊，那就不需要修了。那么这种观点对不对？这种观点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接下来就是反驳这种观点，反驳这种观点。是如是者，则以得初地诸佛子，即可以无分别自佛得自在之八地菩萨，当不虚行。然此非应理。如果真是像这样说的话，那么已经得到初地的佛子，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，尤其是成就无分别智啊，已经活得自在的，在无分别智上已经活得自在的八地菩萨。八地菩萨的初地是刚刚最初证的空性，活得空性的智慧。那么到了八地呢，这种空性的智慧啊，已经进入无功用的任命的阶段，就是时时刻刻都能安住在空性里边。比如说出地以后，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，你可能都要不断用功，一会儿在有漏，一会儿在无漏的状态。你要不断的通过这个用心啊、修行啊，才能把自己的心安住在空性上，安住在这种空性见、空性慧上。但是如果到了八地的菩萨，那他不需要这个。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用心，他就可以长时间的安住在空性上。所以八度是就是无功用，无相无功用，所以在无分别智已经活得自在的菩萨，当不虚行。那么这种人如果按按前面的观点啊，如果证得空性，就不需要修布施的话，那么这个地上的菩萨，尤其是八地菩萨呢，一定就不需要修这些东西的。但这个说法呢，是不符合大乘经教的道理。那么下面也是这个引经来证明。然此非命理，但这个不符合道理的。十地菩萨虽各地以十等而为主要，然非离等不行，以十地心说住。说这个十地菩萨的修行啊，十地菩萨要修六度，也要一样也要修六度，还要修十度。佛教里面还讲十度的，在六度以外呀、啊。还有四度，愿力方便四，一共有十度。那么这个十度的修行呢，就是配合十地，比如初地的重点是修布施，二地的重点是修持戒，三地的重点是修忍辱，成就忍辱，四地的重点是成就精进，五地的重点是修禅定。在实际里面啊，它是配合十度修行，所以虽各地以十等而为主要，就是各地啊，每一地都有自己在这个十度修行里面有一个重点要修的，这个六度或者十度的内容。然虽以一等不行也。但是并不是说初地修布施，其他都不要修的，什么持戒、忍辱啊、精进啊都不要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也不是说二地只是持戒，其他不要修，也不是这样。也就是每一地，除了有一个特殊要修的这个六度的内容以外，十度的内容以外，其他的这个六度、十度的内容啊，也还都是要这个
这个完整的修。以十地经说故，那么这个道理啊，在十地经里边说了，应该就是华严经十地经啊。位于第一地，过行六度，过行十度也。所以在每一个地里边都要修六度，或者要修十度。那也就是这个引这个经说明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地上菩萨一样还是要修六度的，不是说证了空性之后就不要修了，哎，八力菩萨一样也要修，不是不修了。特别于八地中一切烦恼皆已断，安住极灭一切细论胜利之时，佛由佛劝云：说这个八地菩萨已经烦恼都断尽了，安住在这种极灭的空性中，他可以长时间的安住在极灭的空性中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佛啊就会劝他，这个你还要继续修行啊，你还要继续修，修六度修十度啊。说仅此通达空性不能成佛，以诸声闻缘觉欲得此也。光是通达空性是不能成佛的，因为声闻缘觉啊，你通达空性啊，悉观我等身相智慧刹土等皆无量，我之力等亦如所无，故亦发起心地。这个佛陀就跟这个八地菩萨说：“你看看，我这个身相啊，智慧啊，你看我这个成就的国土啊，你都没有吧？所以呢，你应该要精进啊。”不能关注自己啊，你不能得少为主，以为自己可以安住在空性，自在安住在空性里面，以为事情就完了，这个没什么稀罕的，这个声闻人都有啊。又一思维种种烦恼心老未及之有情，亦无舍弃此人们啊。那么同时呢，你还要观察一切众生啊，虽然你已经证得空性了，你虽然你可以在 自在的证得空性，可以享受涅槃之乐啊，可是你还要看在六道中啊，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他们被烦恼种种烦恼所困扰啊，在轮回中受苦受累，所以呢，你应该要不能舍弃他们，应该不能舍弃他们。应该发心救助他们，不能舍弃他们，所以呢，还要继续的修行，六度或者十度。如是称语，一菩萨行，犹须修邪故，于人须行，是更何待人哉？这个例子啊，很有力量啊。说这个八地菩萨还要修六度。还要修方便，那何况我们平常人呢？你说你这点空性呢，你就不要修了。你对空性看到一点空性的影子，或者说对空性有小小的一点体验，你就觉得不要修了，那肯定是不对的。至于无上密布最高道时，虽有不同，然属于金刚城及波罗蜜多城于发菩提心，其结六度共同之道，大体相同，如前已说。就是说，这个无上密布在修行上啊，虽然跟普通的显教啊，似乎有所不同，但是呢，但是它有共同的基础根本。这个根本是什么呢？就是发菩提心集结六度，这是共同的，这是共同的。
那么这一段只要是这个反驳啊，这个只要传达的空性，就不需要修，不需要修布施，不要修方便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破除另外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若复作是言，虽说不惜十等，为彼等任何一部思维，则十等皆完成矣。你不单说能执所执执物，而无言之时，则存。如是彼等亦存。经中亦说，一度中则六度故耳。这又是一个问题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们认为什么呢？会说不惜十等，他们说我们并不是说不要食，不要修布施，我们并不是说不要修这些方便。为彼等任何一不思维，就是当你任何东西都不思维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时候啊，就是你不分别的时候，在这种不分别中啊，就具备的，就具足的。六度就记住的布施，则十等皆完成矣。就是你不思维的时候，不分别的时候。那么我估计按这个他们这个观点，是不是说，就是在这个不思维和不分别的时候啊，在空性中啊，就记住六度。当然宗大师这里所引出来的批判，这里所说的不思维不分不思维啊，肯定不会把它，就是不会从这个空性的角度去理解啊，就是说不思维不分别。这样一种状态。那么对方为什么认为不思维不分别的时候时即完成呢？你不单着能识所识实物，则无言之时，则无言之时，则纯。所以不单着，不执着能识所识啊，所以呢，这种无言没有言呢，这个识啊，就记住了这种。如是以等立存，经中亦说，以一度中摄六度也。如果记住了布施，那么同时也就记住了六度，因为在经文里面也有说到，就是在一个度里边啊，它也含摄六度啊。那么这个是属于对方的观点。那么看看现在宗大师是怎么批判这个问题的？坦行于此即纯者，则外道于心一静静之止中平等住持，亦无单着故，单纯一切波罗蜜多。如果认为，这个不思维，不分别，不思维不分别的时候啊，就记住了。就记住了布施，甚至认为就记住了六度，那那么外道他在这个入境的时候，他也是不思维不分别，那是不是他也记住了布施，他也记住了六度呢？那肯定是不可能。那个外道在入境的时候，他不思维不分别，是不是也记住？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他记住了布施，或者说他也记住了六度呢？他肯定是不记住，你不能说不思维不分别就记住了六度。那我想呢，前面的这个意思，可能这个大乘和尚可能是有这个，是可能他。宗大师批判的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大乘和尚的观点，这个大乘和尚的观点认为就是不分别，也就是在这个无分别的空性里边啊，
就是当下就是具足六度，你只要修空性就行，因为空性本身就是具足六度。我估计是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观点。那么这种观点确实也还是有问题，确实还是有问题。那么现在朱大师呢，这里面先引了这个外道的这种不分别、不思维来批判他说不能成立。接下来呢，又如别实地经说，虽身闻独觉，地有余法性无分别智，以彼平等住持，当成一切菩萨之行，成大成也。那么，如果你认为你说证的这种空性啊、无分别的时候啊，就记住了这个布施，或者记住了六度啊，那么身闻缘觉啊，他们也证的法性啊，哎，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，他们证的空性在无分别智的状态下，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，他们也成就了大乘菩萨的行为，他们也成就了六度呢？还能不能这样说啊？肯定是不成的。所以这个反驳啊，蛮有力量。我觉得第一点反驳呢有点牵强，这个第二点反驳啊就比较有力量一些。若因经说以度中见人之六，既以为足，则见禅共必说牛。除牛粪水之行持有六，唯唯彼而应语啊。如果《论经》里边说啊，这个每一个度里边都是六度，也就是修布施，那么布施里边就记住其他五度，修持戒，持戒里边就记住其他五度啊。那么宗大师在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的，那么在他们藏传佛教在献这个禅供的时候。就是属于这个在修供养的时候啊，他要除那个就是牛的身上的污物啊，哎，这个牛的这些什么粪啊、水啊，还是这些东西供养啊。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是属于一种布施的行为的。那么是不是说这样的一种布施的行为，他就具足了六度？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布施的行为，它就包含着六度的话，那么整个成佛的修行，你只要就是除一除这种牛粪水啊，你就可以完成整个佛道的修行，其他的不需要呢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说，唯唯彼而应矣啊，就是说，是不是说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？就是随便你就修一个布施，你就可以说，你就其他的不需要修。哎，就是整个成佛的修行，你只要修这样一个布施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个就是反驳，哎，反驳这一方就是不行的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进一步的说明，自故以见之行，即以方便之慧者。譬如慈母因爱子死，为忧所苦，与余谈说辞，任己何心而忧恼之势力不灭，然非一切心皆是忧心。下面就是说明这个就是这种六度啊，它的这种相似的道理，哎，六度相似的道理，这个六度相似的道理啊，并不是说这个六度相似的道理，它不是说在一个度里边记住六度，记住其他的五度，把其他的每一度啊都变成是布施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而是说这个六度，比如说方便跟慧呀，它是不相似。所谓相似就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呀，
你都有就是一种相似，是这样的一种关系。比如说在电的引导之下进行方便，或者在方便的引导之下，在方便在修方便的过程中，其中记住会，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。这是一个相似的道理，并不是说每一个助理间就具备。 就具备其他的东西，什么样子的？那么下面呢，就举了一个比喻：既有慈母，因爱子子为忧所苦啊。取于谈说时，任何心，忧恼之事不灭，然非于解心啊，皆是忧心。就像这个母亲。 他的爱子子呢，那么每天啊，很苦恼，很忧愁，很苦恼，跟人家谈论啊，做事情啊，这个，但是呢，这种忧的心啊，始终都有，这种不开心的情绪啊，始终都是有的。但是呢，他在做事的过程中啊。 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他还是会用什么心，只是在这个用心上啊，涂上一层这种忧愁的这种情绪。那你不能说所有人用心都是属于忧愁的这个心啊，那就不对的。就是说，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讲课，或者大家到这里来听课，讲课的时候，我肯定要用这个对这个佛法的理解啊，讲课的一种心理。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很高兴的话，那么我就会带着一种高兴的情绪，我在讲这个课。如果我今天很不开心、很忧愁的话，那么我就会带着这种忧愁的情绪在讲课。但是你不能说我的心现在在讲课的时候，除了忧愁以外没有别的心理。如果没有别的心理，我这个课就没有办法讲了。 所以讲课的心理归讲课的心理，忧愁的心理归忧愁的心理，其实它不是一个东西，但是呢，又是连在一起去的，连到一起去的。所以，如是若通达空性之智士们。 则于布施礼拜、敬老等时，缘起等心，虽非通达空性，然自己之势力而转，亦无相违。如果一个人通达空性，空性的这种力量很强，那么他就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，不管是礼拜呀，还是绕佛啊，他都可以安住在空性里边，但是呢，但是礼拜佛的时候还是有礼拜的心啊，绕佛的时候还是有绕佛的心啊，比如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还是有聊天的这种念头啊，那么这种聊天绕佛的这个念头啊，跟你的这种空性的智慧啊。 它是不会冲突的，它是可以进全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一方面你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空性的智慧里，同时呢，你又可以同时又可以面对不同的环境啊，你又可以不断的起心动念去做很多的事情，那这个就是以见生行啊，这其实就是以见生行，以空性见生你的行，生你的这种。 行为虽非通达空性，然自己势力而转，亦无相违。就是说，你的这种拜佛、这个礼拜呀、绕佛啊、这些行为、这些念头，虽然不是空性，虽然不是空性见，但是呢，它跟空性见啊是不违背的。 不冲突的，它可以同时并存的，它可以同时并存的。
初修之时，若以能力菩提心为前行，则虽住空性定时，菩提心不现起，然以有比例之时，亦无相违，方便理会不相离之理，亦如是也。就是一个人在最初修行的时候，就是你如果你发菩提心啊，以发菩提心作为前行，当然刚刚修行早要发菩提心，如果这个发菩提心这个力量很猛的话，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则虽住空性定时，菩提心不现起，一个人在空性定安住在生成的这个空性定的时候啊，这个菩提心虽然没有升起啊，然以有比喻之时亦无相违，但是这种菩提心的力量啊，其实这种菩提心的力量还是在的，所以会以方便不相离之，不相离之理亦如是，会跟方便不相离的道理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一说福德资粮之果，为世间身材常造等亦不应错误。这里又是在解答另外一个问题，就在解答另外一个问题，就在解说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经上说的这个福德资粮的结果啊，就是世间的身材呀、常造啊，对这个问题啊，亦不应错误，意思就是也不要误解，对这个问题也不能误解，就是说对这个世间的，这个身材呀、谈道啊，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看待？应该怎么看待？我们过去都觉得这个是不究竟的，这个是有漏的，这是这个学佛修行的人不应该追求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是不是当成就是这样子呢？对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若方便与会相离，虽是世间，常以会奢持，则即可为解脱于种子之因缘。如果方便和慧相离呀，也就是如果我们修这些这个修这些布施啊，所获得的这个世间的身材呀、谈造啊这些东西啊，如果离开了智慧，那么它确实会成为世间的有漏的善行，人间的福报，它会成为一种世间行。如果没有空性慧去提升它，那么它确实会成为这个世间的世间行。常以会奢持，则即可为解脱于种子之因缘。如果呢，能够在空性见的指导下去修，在空性慧的关照下去修啊，那么就可以成为解脱和成佛的因，成为解脱的因，或者成为成佛的因。下边，如宝曼论云，大王佛色身，佛福资粮身，教有无量也。宝曼论里面说的这个佛的色身啊，是从福德资粮身的。这个佛陀呢，有色身，色身也就是包含着化身、报身，那么佛还有法身。法身呢，就是要靠波的，靠这个空性慧。空性会证的，空性会成就，是要通过修智慧而获得的。那报身呢，也就是色身啊，是要通过修方便，修福德资粮而成就的。
教育无量。那么关于这一方面的这个教育啊，可以证明的非常的多。不是鲁舍作是说，虽弃恶气之因，一切恶行烦恼皆能转为成佛之因。或又说言，虽成善气之因，十戒等善必成生死之因，不成菩提之因，此当平心而论。那么接下来又引了这个，就是这个对方啊，就是也可能是这个大乘的这个大乘的和尚的说法。那么这种说法呢，宗大师这里引出来，主要是把它当作是一种，就是你这个说法有点自相矛盾，自相矛盾的这个意思提出来的，说如作是说，生气恶气之因，一切恶行烦恼皆能转为成佛之因，就是你一句话就是说，这个恶气之因，恶行烦恼，都能转化成成佛的因。或又说言，虽成善气之因，这个善气的因啊，就是布施啊、持戒啊，还是生死因啊，不是菩提的因。那么这个说法呢，就是在我们这个道次论看来，这是属于一种这个属于自相矛盾的说法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对这个大乘和尚啊所引的经典呢，要做进一步的解释。就是说这个大乘和尚他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观点啊，也引了很多经。那么宗大师在这个道次第论里边呢，主要是指出这些经的意思啊，并不是像这个大乘和尚所理解的那样子，而是有它的另外一层意思的。我们先休息一下。